福街吧，这个酒钱呢你出，菜钱我出，行吧？不行，都你出。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吗？我真不够了，要不你借我点儿？不借，借你也不还。阿福阿贵，牛市长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不知道啊，没让我们盯着呀。这个人得换个地方。站长说了，魏蜀一师的两个团有异动，他担心他们会劫狱。真是站长说的？是他说的，他随后就到。跟我来。这个人是谁？不知道啊。谁开的枪？我。牛市长呢？好了。果然有阴谋。赶快让一组二组集合，通知李小成过来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人都齐了，走。喂，司令，不好了，牛市长跑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可能是要造反。按我的命令，二师马上集合，包围一师驻地，主力团包围一师师部，全程戒备。什么？站长叫你马上过，我马上过去。这都几点了，你就别去了。那你听话，我真的有急事儿。你去不行吗？哎妈，大晚上了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牛市长跑了，他现在非要过去。哎呀，他跑了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再说牛市长当兵打仗的，有枪多危险呢。妈，您看您说的，我这不也有枪吗？哎呀，不一样，人家是正规军，大枪大炮，你这几把小破枪有什么用啊？别去了。妈不让你去。妈，您看您，我一个保密局行动队的队长，出这么大事儿，我不去行吗？你不能去，我都要生了。你要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许去。就是啊。不是，你看你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预产期还有好长时间呢，你什么就生了？你乱七八糟。哎呀，小成，你别。妈。小成，你怎么这么拧啊？你真是的，说你怎么不听呢？来。哎呦。怎么了？兰兰。哎呦。怎么回事？头疼。怎么了？哎呦。哎呦。别叫声妈。快上医院。我要去。哦，少成，快点带着上医院吧。赵先生，这是另外半份惩罚图，我牛卫川说到做到。牛市长，还是等您出去以后亲自交给我的上级。好，现在我宣布正式起义，命令所有起义部队马上往西南方向集结。是的。十五，妈，十五团被包围了，马上向城西南突围，快！报告师长，师部被包围了。什么部队？是魏司令的独立团。赵先生，我们冲出去。好，走。好。城里边没人接电话，那这么晚他们能去哪儿呢？是不是嫂子肚子里有动静？走走，咱去医院看看。师傅，情况怎么样？师傅，你给我
从后面堵上，那你呢？我再冲你们，再顶一伙。不行，我也去。不行，走，大学生，师兄就推我进来。快，上，走，弟弟们，走，走。什么？魏叔、医师和魏司令的独立团打起来了？那这么说，这个牛尾川真的反了？赶快集合咱们的人。哎，他们军队打仗，你们跑去干什么呀？ 这么大的热闹，我们去看看。怎么地，我也得去捡点羊来吧。就你们那几把破枪，能干什么呀？放心，我不会去打仗的地方，我去保护牛老太太。哥，行了，出大事，医院里头大吼大叫的，刘少，牛师长造反了，两边的部队打起来了。那您找过来吧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校长，校长。 快，一小时了，咱们人呢都已经好了，赶紧去师部把这打碎就行。师部干什么？真刀真枪，咱们干不过他们，去牛师长家里。快点，好的。牛师长这边不行，你们先走，我去接我妈。来不及了，我一定要去一趟。行，那我陪你去。好。看着我干嘛？ 进去啊！走进。爹，你头有抵抗，我们进不去啊！开枪啊，往里冲啊！里面有牛老太太，那就更得冲了。谁抓住牛老太太，谁就有了先机。给我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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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，枪怎么响得这么厉害啊？你说小城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没事儿，小城没事儿啊。睡会儿吧，啊，休息会儿。报告司令，冲出去了半个团，剩下的全部摁住。刘师长呢？没看见刘师长，可能冲出去。无论谁把他找到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是。妈，妈，妈，妈。投降吧！放你娘的屁！老子跟你拼了！师长，不能让老太君白白牺牲，快走！你给我让开！做就是为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，快走！给我让开！走，我来掩护。啊，我去。我来拖住他们，冲了城有人接应你。不行，要走一块走，要死一块死。你快走，把图送出去，才对得起死去的老太君。快走！快！喂，司令，探头的人
人截入了大埔，跑了1000多人，牛师长跑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打扫战场，清点损失，对外就说反叛部队已经全部消灭了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牛卫川，保护好牛府，牛老太太的遗体一定要好好保存。站住！别过来！来人可是牛师长噻？哎，你不是宋？是的，我也是共产党员。哦，哎，赵峰同志没有跟你一块冲出来？没有，他为了掩护我，在后边呢。你冲出来的半个团已经跟我们的大部队汇合上了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好，哎，赵峰怎么办？哦，这样，来，你们两个化妆一下，马上回城里去，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赵峰同志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走吧。队长，队长，阿发奎，我们来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们这边，大梁，好，这边。好。黄包车，兰兰，这打了一宿的枪啊，你得注意点，不行，兵荒马乱的。没事，妈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我得赶紧回去问我爸到底什么情况了。啊，您就别操心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别去了。哎呀，没事，等我消息吧，妈啊。哎，来来来，走，跟着他一块去。站住！不闪开！李斌，你跑什么呀？打死他！别让他跑！你跑开！你们不要出来！嫂子，我去抓那个人。嫂子，你们跑这儿来了？你们俩看到嫂子，我去找哥去。没事吧？我的孩子。妈。哟，虎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妈，救我！啊，你受伤了。保密局的人在追我。你快跑，快跑，我拦着他们，快！站住！老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正抓共产党呢，你赶紧找安全地方待一会儿去。你见着你嫂子没有啊？见着了，她受伤了。哎呀，她受伤了，你不去看她，抓什么共产党啊？走走走，快帮我看。走。大梁，这边。哥，出大事了，嫂子受伤了，在那边呢。大梁，快点，大梁，快点，大梁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了？你别吓我。妈！哎呀，羊水破了，这是要生了，快上医院！车，上车，车，快点！妈，撒开！啊，马上就到了啊！住了啊！慢点！没事的，慢点！我在这儿呢，兰兰，我在这儿呢。等着啊！谁开的枪？我问你们花子，谁开的枪？哥，这赵峰先开的枪。我开始还跟他们说让瞄准再打，很遗憾。我们还是让他跑吧。哥，我觉得肯定是那个赵峰开的枪。赵峰，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散出去！所有的人都给我散出去，抓住他打死！不要留活口，赶紧的打死！行了，别吵了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预产期是什么时候？下个月。要早产了。现在母子情况非常严重，小孩的胎位已经下移，非生不可。大人的生命体质在不断下降，不能顺产。剖腹产吗？你们可以剖腹产的吗？可是由于受枪伤的影响，他失血过多。如果你是剖腹的话，母子俩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。只是擦伤而已，我检查过的有那么严重吗？
可是现在情况不同，她是孕妇，墙上会引发她很多的并发症。总之，你们只有一个选择，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妈，她说什么呢？到这个地步了吗？不过一件事儿，我必须得告诉你们，这次孩子拿掉以后，可能大人再也无法受孕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医生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我跟你说，两个人都要，两个人我都要救，想想办法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救一个。 你是共产党吗？你是不是共产党？小长，你们赶紧做选择啊！做什么选择？不是你老婆，不是你孩子，两个人我都要。小长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。大夫，大夫，抱孩子，抱孩子，想好了吗？想好孩子。行，我出去征求一下家属的意见啊。 说要保孩子，请你们赶快决定，否则晚了两个都保不住。保大人，小程，保大人，确定吗？一定要保大人，她是我闺女。好，但是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有一产妇是我枪上失血太多，可能手术当中随时有生命的危险，我们医院对此不负任何责任，请签字。签字以后。 小程，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咱们以后的事情，在以后打主意啊！你放心，妈不会放弃你，妈肯定不会放弃你，因为你是妈的亲闺女。 真是命大，生了个儿子。他妈呢？兰兰呢？母子都平安，幸亏蔚蓝小姐啊，她身体底子好，总算抢救过来了，也算是闯过了一道鬼门关。老天保佑，青青。
安妮醒了。孩子可好了，是个男孩。漂亮吗？漂亮，长得可像你了。我没让你说。原来你看你说的。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好的妈妈。你都快把妈给吓死了。妈，你是世上最好的婆婆，你也是最好的媳妇。闺女，你是个大英雄，不愧是老魏的人。我想看看孩子。会让你看的，你呀，先好好歇歇啊。行了，让他再歇会儿吧，我看着。大成，跟我出来一下。这不我们有喜酒喝，你这出息！哎呦，恭喜哥，贺喜司令！这回我们能喝喜酒了，还得有红包吧，是吧？好意思喝喜酒要红包呢？你们嫂子成这样没罚你们就算不错了。人民福斗胜，没人气。牛师长还往他们那儿。少成，抓住这个人，告诉我一声。司令，您放心，这个人我们肯定给他抓住，报这个仇。爸。那些叛逃的人都截住了吗？大部分截住了，跑出去1000多。这次我们算是输了一局。别怪我大意了，最不该反的人反了，真是人心乱了。小程，你在这照顾兰兰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司令慢走。哥，你太牛了，生一儿子，你多少得给点儿。真的，我觉得当叔了。魏兰和孩子安然无恙，让宋怀珍松了一口气，但他内心依然无法平静。赵峰怎么样了？他的伤严重吗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宋怀珍心急如焚。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全山城所有的药店都埋下了暗哨，只要发现有买外伤药的人就抓。我知道那小子中了一枪，伤得重吗？应该挺重的，如果没有药的话，现在那小子肯定生不如死。所有的医院、小的诊所全部给盯死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一旦有什么情况，他们马上向我们报告。嗯，赶紧回局里，咱们再安排一下。好，尤其是。老太太，哟，恭喜老太太，恭喜啊！哎呦，一会儿给你们红包，回家给红包啊！你们这干嘛去？妈，伤兰兰那个凶手啊，受伤了，现在正是抓他的最好时机。什么时候不能抓人？非现在抓人？这兰兰刚生了孩子。妈，于公于私，这个人都非抓不可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您就别管了。我不同意。你听说哪个孩子刚出生，他爸爸就去打人杀人，多作孽呀！行了行了，妈，您别说了，我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行了吧？你们俩赶紧，快快快！好。哎，你们也别这。老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不杀人啊。妈，走吧。护士，哟，您呢？您这给谁送药啊？给您儿媳妇儿呀。这都是什么病了呀？都消炎药。你说那么大一伤口，要不消炎啊，会感染的。啊，
我送去吧。哎哎，别别别，我们这医院有规定，药啊可不能随便乱给人。您啊别掺和了，我先去啊。哎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忍忍就好了，就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干嘛呀？哎呀呀呀！你有没有轻重啊你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这不是得帮你们换药吗？疼死我了！你快动什么你？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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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你新来的吧你？行，先收回去吧。啊，哎。死了是吧？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没事，没事，哎，别弄了，别弄了。又怎么了，姑娘？哎，又来干嘛呀？不是阿姨，刚才这没用完的黄安掉地上了，您见着了吗？没见着啊。你是不是放别处了？没有啊，这盘子刚才被他一脚踢翻了，就掉地上了呀。你到别处再找找吧。哎，不行，你吵死了，你快出去吧，我浑身都疼。你不行，阿姨，您不知道，现在大量药品支援前线，我们山城药都很紧张的，我们每个人是定量配极致，这药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可要负责的。哎，那上哪儿找啊？哪儿找？哎，您再帮我找一下好吗？哎呀，你别在这闹了。哎，你找什么呢？哎，这药说丢了，我黄安不见了，烦死了。药丢了是吗？嗯，我们家人能拿你药吗？你看你，我不是不是这意思。你听我说啊，明天我跟你们处长说，不会为难你，好吗？嗯，真的。真的。哦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我打了点粥给你。哎呀，妈，您这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回家休息吧，明儿您来换吧。行。也是，哎呦，这一天折腾的我头疼死了。行，那你们歇着，明天我给你们带早点来啊，早点歇着吧。您路上小心点。哎。疼，胳膊疼。打了那个止疼的药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俩。找个保姆吧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生人，让妈照顾我不行吗？你不是说妈做饭不好吃吗？她行啊。怎么不行啊？婆婆照顾媳妇坐月子，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毕竟是亲人，她会对我好的。哟哟哟，我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。那你们俩不吵了？你管呢？哎，我现在也是做妈妈的人了。我知道做妈妈什么感觉。哎，我现在能理解她以前的行为了。效果不行，我知道我弄点酒精，还要把你洗脸。
妈知道，我得把子弹取出来，要不然我这条胳膊妈就保不住了。明白啊，妈，妈想办法，妈我冷，我知道你冷，妈我冷，儿子忍着点，我冷了，妈。拿两根油条。胀得疼，我给他做脸按摩，催他下奶。你那是叫按摩吗？你是擀面吧？哎呦，兰兰，哎呀，这第一次生孩子呀，都得挤一挤，然后奶出来以后好喂宝宝啊。妈，我浑身都疼，胳膊也疼，那儿也疼。哎呦，这也是，这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注意点儿。可是，还是得给孩子喂奶呀。妈。能让他喝牛奶吗？这可不行，牛奶呀，没有妈妈的奶有营养。我太疼了，真的太疼了。哎呀，也是，忍着点吧，啊，忍着点。听说你喜得贵子，可喜可贺呀。来，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。谢谢站长。哎呀，客气，坐吧，坐。哎，这么快就把你给叫回来了，太他妈高兴了吧？没有，为党国尽忠是卑职的责任，小家在什么时候都要应该服从大家。说得好，大家不幸，小家也幸福不了啊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上峰要我们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，代号冷箭。冷箭？对，主要任务是布置战败以后的毁城计划。上峰要求我们保密局和党通局各抽调一些人协助军方工作，你任组长，王新民任副组长，保密级别最高级。我怎么跟王新民又弄到一块了？这是上峰的意思，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，不要带着情绪工作。站长您放心吧，我明白。小程啊，关于牛师长逃跑这件事，还得抓紧调查。牢房的门是被人打开的，而不是撬开的，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奸细啊。嗯，看看，吃的多香。妈，还是你有经验，幸亏你在。现在不疼了吧？嗯。哎呀，小孩就得吃妈妈的奶，有的时候不够啊，还得添点米糊。妈，我这养一个孩子就累成这样，你养俩孩子多不容易啊。妈，这怀孕效果不行。妈知道，妈知道。我得把子弹取出来，要不然我这条胳膊妈就保不住了。妈，我知道你冷，忍着点，忍着点。
护士，快！你给我看看。哎呦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在化缘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拉破了。哎呀，你这伤口得包扎，赶紧给我去药房吧。护士，你能不能多给我点药？到时候我自己就上了，也不用来回跑。那哪行啊？现在药多紧张啊，我可没权利给您要。不是，我们房间有个病人疼得满床滚，快去看看吧。行，我马上去。 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我自己去。您行吗？啊，行行行，您自己先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老太太，您找什么呢？哦，我觉得我这伤挺厉害的，我想用点那个叫盘什么。 您是说盘尼西林啊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可是管制药品。哎呦，我这伤太厉害了，早点好啊，想让他。那个，您这小伤用不着盘尼西林，那都是给重伤员用的。再说，我就是想给您，我也没有啊，那都在我们医院保险柜里锁着呢。药还得锁到保险柜里啊？当然了，现在那个药多贵啊，一根金条都换不了一针。那药是在谁那儿啊？ 在我们院长那儿呢，三个主治医生签字才能批呢，肯定不会给您的。您这伤没事了吧？您回去歇着吧。啊。兰兰。 恭喜恭喜啊！谢谢谢谢，哎呦，我得算个表舅爷了。是是是，你看吧，表舅啊，确实穷，你拿不出啥像样礼物，我搞几套鱼给你那个帮助那个啥一下啊。挺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哎，你妈呢？来了来了。哎，表哥来了。哎哎哎，你看我送点这个。哎，行，一会儿我收拾收拾。我知道是儿子，这儿子呢，让我看看呢。在育婴房呢。 哦，这不像谁呀、啊！我看向兰兰，好，男儿像娘，保证以后命长。那好，你们就聊着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行，好，我送送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们聊吧。哎呀，正好，哎呀，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哦，谢老表舅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要不然我不会麻烦组织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但是可能一下子快不了，至少得等一个星期吧。这么长时间呢？咱们第三医院不是有同志吗？让他们想想办法。咱们那个同志的职务太低了，他没有权利接触到这种药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肚子快撑不住了。别急，别急，相信组织，一定会有办法。那我先去了，我先去了啊。 Thank you.
你真棒，妈替你骄傲。 这汤怎么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腻呀？妈，你累不累啊？啊，不累。你要是不累的话，能不能给我出去买碗抄手？我不想喝汤了。不会那么简单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你看，他的家在这儿，医院在这儿，老太太出现的地方在这儿，这是围着山城来了一个大吊桥啊，还过了一条江，有必要为了一份汤这么兴师动众？